老师也太猛了吧。绰号王拉夫的国文老师在学校与学生们感情非常要好。这天老师借着学校活动问学生要不要一起上台表演，于是就这样在台上跳了六首抖音的社会摇。其中第二首越南鼓的旋律响起后，台下的学生们纷纷大尖叫。有这样的国文老师，每天上课一定非常有趣。